抬头是江汉珍，张显刚，李三，四三龙。来到基隆市消防局，市长谢国梁亲自颁发春节慰问金，提醒同仁们休假要好好休息。过年期间，其实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请我们消防局的同仁，包括我们局长在内，该放假的时候一定要放松自己，要好好的休息，但是值班的时候还是要打起精神，因为毕竟过年期间我们也很担心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要随时让我们的消防的同仁出动，不管是救灾还是救助我们都希望市民朋友的财产安全不要受到任何的影响，尤其他们的健康，那这个都是未来我们要拜托消防局的同仁在过年期间大家要继续努力的。市长谢国梁在消防局长陈龙辉陪同下，为免川执勤的消防局一消同仁随后前往勤务中心及防灾应变中心了解业务运作情形。指挥派遣救护出队，他平均一天大概收到多少电话？是我们一天大概200多电话。我们一年的救护大概17000件，一年救护量17000件，火灾大概200多件。我是从来没有来过防灾中心啊，那当然是能不要来就不要来比较好，不过我也初步的了解一下未来包括台风在内要如何应变啊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预做准备。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